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面具下。前阵子热搜是马来西亚人天生会唱歌吗？没想到最近又来了个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说中文，甚至连泰语、越南语都会，不愧是语言小天才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大马人到底有多会唱吧。第一位大马小姐姐表林慧，最近凭借翻唱泰国歌、越南歌再次走红网络，这甜美的声音直接唱进观众心窝，还成了抖音当下最热门的 BGM， 网友们直呼越听越上头。小姐姐要赶紧再安排几首泰国歌吧，真的太好听了。第二位大马小姐姐李英玉，凭借翻唱日语歌与韩国歌走红网络，这干净优美歌声让人听了非常舒服，即使没有了伴奏也让人听得如痴如醉，也更让网友证实了一点，马来西亚女生都会唱歌。보고싶어도만그자고있어도나는네가안아주기만한면사르르르르우노가 Yeah baby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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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you you yeah yeah 드라마잘건보라라이라라라라라라이몽드사이키광고야나라만정글야穿的热热棒，巴巴拉拉巴棒，累的超低蛋累，超的仰低的热边。这道米赛公棒啦啦，来来来来来来，梦的赛克广告用的人们惭愧。呀，三个点热棒，棒巴拉拉棒棒，累的超低蛋累，超的仰低的热边。第三位大马小姐姐林彦俊。因为翻唱这首泰国歌 I Like You， 有位大马人留言，会不会等下人以为泰语是马来西亚的母语？好家伙，这下解释不清了，全部人都以为马来西亚人天生会唱歌了。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九五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第四位大马小姐姐乙慧，相信她的成名之作《热爱105度的你》，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大马甜妹当之无愧，除了好听的翻唱出圈之外，个人推出的单曲也是火遍网络，期待他能够越走越远，站上更大舞台。的当我在拱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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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的撒一滴干歌样那的万千歌，要上的电那般般般般般般落一的小滴电落一小的样滴的般，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第五位大马小姐姐是金娥啊，又是位嗓音超甜的大美女。当时她翻唱这首《自娱自乐》，很快就在网络上爆红，让人遇见了一周后的抖音都是这个 BGM。
这一听心情突然变好了。我不是浪的花，不给你唱忘情水，也不是江水游，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想过浮沉，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别忘了订阅分享按赞，我是面具侠，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